我们的严副市长，还有市府的李秘书长，各局处的首长与主管，新闻媒体各位小姐、女士、先生、各位同仁，大家午安。今天的下午议程为，三读议案的第一读位，还有审议呢，各项提案，还有其他的报告事项和其他事项，向大会报告。今天请假的单位为经济发展局方局长。因为有事情，所以请假，由我们的英副局长出席代理。那首先呢，请议事组呢宣读本次定期大会第四次程序委员会审定的结果报告。台南市议会第二届第三次定期大会第三四次程序委员会审定结果报告。审定结果一：第三次程序委员会审定结果，市府一般提案32件，民政9案，教育6案，建设4案，保安3案，公务10案，以上均为垫付款案，全部提请大会审议。二：第四次程序委员会审定结果，一：法规三读议案4件，市府提案2案，议员提案2案，提请大会审议。二：市府一般提案20件。民政1案、财经2案、教育2案、建设4案、保安3案、公务8案，以上含垫付款案17案，全部提请大会审议。三、其他决议事项。一、针对本会议员同仁在地方基层建设及补助款之需求，请市府尽速办理。二、建请市府动用预备金拨与农业局，并请农业局根据一般农入之需求及是实际情况，酌予增加预算，以期落实地方及一般农入建设，照顾农民生命财产安全。二、列入议程之提案，请各位议员参阅书面资料。向本会同仁报告。因为程序委员会审的时候，其中还有一件呢。向本会同仁报告，因为呢，现在台南市政府的路灯吼，路灯的部分改成经纬拢无啊，今年今年6月尔，是不是那个公务局局长？路灯的经费是不是在各区都已经没有了？路灯的补助经费。路灯的钱是不是各区内底正要建设要去增设路灯，是不是市政府真拢无钱啊？你那边是不是都没有钱了？路灯的钱哈，我们除了有一部分的经费编在公所里面办这个维护的工作，那维另护外工我作们来这，我讲真啊，咱一般的市民这要加路灯，是不是已经咱今年你拢无路灯的钱啊？是不是还有还有还有，那还有怎么很多的里长反映起来说已经都没有费用了，那是什么情形？确定还有吗？还有，确定有那是还有第四次已将呢程序委员会审定的结果报告呢宣读完毕。那本次的事务提案呢，请坐。经第三次呢及第四次的程序委员会审定列入大会议程讨论的，总共有56件，包括民政10案、财经2案、教育8案、建设8案、保安6案、公务18案、法规4案，包含了市自治条例的。法规三读议案，除了呢法规第四案稍后进行第一次的一读会以外，那么财政两案，财政的第二案和第三号属于土地出售案，那么请财政委员会呢，委员审查前呢先行会勘以后，再送大会共同审议。以上的案件呢均交由各委员会来审查，请问本会同仁有没有其他意见？那么意见呢？那就这样通过。那么三读议案的第一读位，报告主席，嗨，有意见呢？嗨，我按灯，我有按灯了。好，那我拍摄不快点啊？我紧，讲了我紧。因为鉴于咱这个程序委员会附带一个建议决议事项就是根据这个议员地方建设经费交补助款的需求，请咱事务尽速办理，这第一件。第二件就是讲。对农业局这个农路的需求交处理状况，是希望咱会当动用预备金。
过去，大家知影，咱的社团经费啦吼，我爱讲一下。成绩委员列入，可是一个人有适度的建议权。咱咧审查社会局的时阵，嘛附带决议，就是讲你要准唔准，爱一个月共回复。这是咱去年咧审查社会局预算的时阵附带决议，根据预算来规定，就是你要规个对行政机构审查预算的时阵附带决议交时效的时阵，除了违背法令之外，行政机构要遵守。我请教咱李秘书长，较早陈美玲秘书长的时阵，我手头冇资料，议员的建议也都用不了，拖到十二月才要共回公文呢。啊，我请教，人要办也唔办，啊要办，恁要准也唔准也唔知。我希望，哦，主席歹势啦吼。因为有国际会，大会会当讨论。恁爱医生是无钱哦，我很纳闷的，就是医生钱拢伫小局内底，不是不骗医生哦。你们改税入税差短缺，恁财政处啊拢钱借有哦。啊，闲话会当讲拖遮久啦。哦，我希望讲，我嘛去咧整理一个表，互咱副议长，互咱主席讲。一百年到105年，台南市议会议员对咱市政府讲起来有够好的，拢开了0.0007%，这钱包括足侪是交通局的罚款，交警察局的罚款，这钱是安怎呢？简单讲，台违规照开啦。简单讲是安尼讲，议员袂当对选民无交代，台一个讲有台啦，可是市政府对议员。地方建设需要，要先很严格的控制，甚至去年通过附带决议，始终也不遵守。我请教真实是，这嘛是威权时代，是啥物时代啊？台湾这嘛是民主社会时代。谢谢，我们请到王家珍议员。那个秘书长，来上任还是任吗？OK 嘛，对不对？在努力中。那个刚刚蔡议员他讲的一个问题哦，事实上是一直以来就是本会，我相信执政党同仁也是一样有这样的一个困惑。你们到底有没有一视同仁？你知不知道像我这样子的一个民意代表，我跟贵府所谓的办理地方建设申请的预算，曾经有过预算，你知道有多少吗？要再了解一下。对不起。你说什么？这个部分我还要再了解。所以秘书长，今天的重点我们一直强调一点，就是说既然大家都有长年以来的默契共识，那为什么我们的相关单位，譬如社会局，坦白讲我觉得社会局只是你们的一个幌子而已，社会局没有能力在我们跟他申请预算的时候，相关社团申请预算的时候，社会局通常都只能跟我们打哈哈。当年的时候都是陈美玲秘书长她做决策。我想请教一下，您上任以后愿不愿意以改善府会关系协助我们更落实基层为民服务的这样子的宗旨来做处决的时候、议决的时候的一个标准呢？跟议员做说明哈。目前像市府的各项基本设施各项建设，包括水利、道路、农路等等哈，那些这些都是以实际的需求，实际上现地的。那对不起，秘书长，你的意思说我们是青菜拿来给你们弄的咯？我跟您报告一件事情，去年我们曾经有一个案子啊，当然我难得的一个缘分，贵府的单位跟我们说这个案子议员。他们要争取经费，议员你这边愿不愿意？因为我是那个几乎花不到所谓基层建设经费的民意代表，他问我这边，你们问我的不是我去讨的哦，问我愿不愿意支持这么好的事，像赖市长对我如此不青睐的情形之下，
基层建设需要经费，需要办活动的时候，贵府还会跟我问，那我们乐意支持。到最后你们自己出包，一毛钱都请不到，人家办理活动的单位气得差点没有跳楼。不光是我这样子在野党，你们同样的执政党的议员也一毛钱都拿不到，所以你们自己管控到底在搞什么？同样的道理，如果民意代表基层建设的一些相关预算是本来跟贵府我们就有一定的共识，再给一分钟呢，而时间差到最后，譬如说我们二三月申请，你一拖拖个几个月，那个预算到下来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要当裤子要去给钱了。所以秘书长，我相信你会更圆融的处理府会之间有一些基本的问题，让我们大家都是真真实实的为民谋利，而不是为特定的个人在那边增加数字好看而已。谢谢我们王家珍议员，那么请那杜淑云议员。李秘书长，你搁徛一个好啊啦！实在讲吼，我那是演戏。杜演，嘿，咱们也无关系，当食面娘，无你嘛明白可惜。无啦，我应该建议啊，吼、哦，即个上重要就是即个迄个社区的补助啊，迄、那个迄落严副市长，因为今仔日拢伫家啦，我想这唔是几个啊议员的心声，可能全部的心声，因为呐。往年咱有一个默契，社会局，予咱这五十，予咱社区来办这活动。我会记得去年嘛是公文来的，准一个要活动办了的，钱就落去呀。即马真正是足惨的，昨暗我走摊一个阿哥来讲，哎、欸，素云嘛，啊，阮办遐久啊，到底是有钱啊无钱啊？我讲你的，我有甲你按了，但是偌久要准落来，我唔知。我甲你讲，因为伫今年吼，恁家己内部啦，听讲社会局恁有内部一个议员三个月签一次，才准125,000块，等于500,000拄啊分四季要给阮准。迄位正月到即马已经6月啊，办的活动办了遐久啊，咱拢讲讲有有有，结果到今人拢无收到准的钱啊。所以讲，我拜托你打接，你较辛苦的。把议员提出来申请补助，咱社会局遮个社区补助遮个办活动的经费，你拢叫你的助理，甲你捏捏出来，各二元的，拜托的新官签签的，因安那，阮500,000也开了，阮也无啊，嘛讲啊，阮都开了啊，无法度啊，啊是讲咱搁有要搁加减啊，给阮补助，安尼是上好。吼、哦，啊，所以我直接拜托，即地我看你爱整理出来，啊，无真正毋知影要怎讲，来，互迄、那个，不是，迄落来，互迄个局长，我还阁50几，互你迄落，甲我答复一下50几秒。是，谢谢议员，对这个议题的关心哈、哦。那我想我们会做一个全盘的一个了解跟盘点，那么尽速的来做、相关的一个处置还有回复。好啦，拜托你啦，因为迄阿未开过头的，紧管签签的啦。好、哦，谢谢哈。安尼好啊，哈，我你要讲啊，你跟我你讲来。迄个，就这样。今麦我是要拜托你哦，权利，什么省恁编是恁的权利，议员什么省，只要不用增加恁的哦预算，符合法律的规定。即嘛是审查预算，有附带决议讲爱一个月同回复，袂唔爱回复嘛？第二，咱社会叫钱是拢有编咯，唔是无编。恁先来当无爱照，当立法机构咧审查预算的附带决议啦。我即嘛咧问是讲，恁这个政务是啥物政务哩啦？是新的政务，还是霸道的政务，还是威权时代的政务啦？有恁爱遵守法令啦？你说你知我意思无啦？唔通三个月共控管呐、啊！哦，但有默契，有默契。我也带甲你报告过啊。可、就是大家议会的议员，不管对一个政党，对市政府100年到105年的心态上，会当讲无啥意见呐、啊。哦，
恁敢控管，就是违反法律的规定啦。恁袂，阮有附带决议啦。我即摆意思是安尼啦，哦，唔当一届批七八个月，佮你敢批啦？安尼人是要哪去做主啦？我佮甲你讲一个故事啦。下昼我去阮的区一个社区叫做古雅里咸水区啦。你唔当认为讲少少两万块重要不重要？城乡差距、贫富悬殊是足严重的。两万块，规个砖头，你着放上规个砖头，遐老人来把肉粽比赛，吃一个肉粽，无平常时啊。你讲会当想讲砖卡要讨两万块，偌可怜？我选区六十九个里，六十九个社区，平均一个里一个社区讨无三千块啦。你敢想看卖？你安尼敢控管合理无合理？我是拜托讲，咱区委和谐哦，建立在大家诚信之上。无诚信无要紧，恁要遵守法律的规定啦。我意思是安尼啦，法律毋是为着恁定的，医生通的这毋是恁的钱啦。讲到白就是讲安尼，陈美玲今日才讲我要甲闹开咧啦，毋是安尼啦。有较早无附带决议无意见，即摆有附带决议哦。我讲意思是安尼啦。讲恁无恁就敢讲白啊？什么配合款？蔡委无听话就是无啦。蔡委听有听话就是有啦。你讲个清楚嘛？啊，阮等下敢交代嘛？大家过去的默契，哦，就是边界的经费，大家地方建设，加减啊，做一个社会福利，唔是讲啊恁袂唔弄个随在恁呢？打电话打过来十通也唔敢听，也唔敢回，拖了六七个月。我做民意代表做这久嘛，嘛都得讲交接。好，谢谢我们蔡委员向本会同仁报告。啊，我们因为程序委员会已经开了哈，啊，第三次程序程序委员会的第一点和第二点，那我希望征求本会同仁的同意，再增加一点，就是第三点。第三点增加的就是关于啊所有台南市民啊争取的路灯建设经费，如果公务局那边真的预算已经用完的话，希望建请台南市政府用预备金加以支付，增加这个。那本人有没有其他意见？那就照这样。那么，哎，嘉贞姐，那个秘书长，我很简单的两点，啊，希望秘书长给我一个确定的答复。第一点，是不是针对议员跟贵府为民为相关社团争取的预算？你们能够一视同仁的给予分配，这一点 O 不 OK？ 也就是说，不好意思，不会是民进党议员他协助争取的预算是比较重要，在野党就不重要嘛？不会嘛？对不对？我跟秘书长报告一个看法，秘书长可以参酌哈，因为你们在台南市服务，也许比赖市长服务的更久。所以真的要发心为地方做事，不是为赖清德做事，是不是？所以刚刚我讲的第一点，秘书长是不是愿意承诺一视同仁，就地方建设我们为社团为相关活动争取的预算的时候，你们能一视同仁的给予，就说不分执政在野。这是我们常常最大的痛苦。你说去年的时候跟市长大家弄得鸡飞狗跳的，但是呢，市长某种程度来讲，他现在很得意嘛，很多案子都照他所愿了嘛，民党执政了，那你们不是应该谦虚一点、谦卑一点，给台南市民更好的风范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秘书长，好，时间差就是金钱，对不对？现在随便按一下，我们可以到美国去了，可以到哪里去了？能不能够给我们一定的期限？不要一个案子，一个芝麻绿豆的案子，一拖拖个三五个月，到最后问相关单位，相关单位说我们不敢批，都要等上面批。给我们一个时间，一个月做得到做不到？这两件我就跟议员直接报告。你不是跟王家珍报告，我们每一个同仁都关心。第一个，你的效率如何？第二个，你是不是一视同仁，针对本会要求的建设经费，都能够不分党派、不分颜色，就市里，就它的公益性，
来给予资源的一个分配。是，这个不是很好回答，你不用跟我个人回答，每一个人都希望知道啊。是是，秘书长，你是什么？你是什么？回答。啊？我现在来回答。对，麻烦你哈。是，我想市府这边市政跟大家一样，市政是不分党派哈，所以不会有我们包括像各项的建设都是以县地实际上的一个需要为原则，所以不会有这个因为建议的党派不同而有不同的做法，所以这个议员大家可以放心，不会有这个因为建议的这个议员的党派等等的关系而有施政上的一个。秘书长，你讲的作甚声听无？就是第一个施政不分党派，所以会以实际上县地的需要，好县地这个比如说排水、道路等等各方面的需要来做一个考量啊，那不会说因为这个建议是国民党，这个是无党籍或是这个是民进党而有所这个立场等等的问题。所以这个应该大家可以放心。那第二个时效的部分是不是能够在一个月内，我现在没有办法马上就确定啊，不过我们会加快这个时效哈，那么我们也会请是效率呢？一个月算是很长了呀，秘书长。我们会请相关单位，就是每个月都爬书，各界的一个申请啊，那么把需要的部分每个月就签报上来。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大概也是跟议员所期待的，大家所期待的。所以原则上，你愿意承诺尽量在一个月之内给我们一个回应嘛，对不对？哎，是。好 ，OK， 好，谢谢。有呀，你讲我刚咪写讲有呀，蔡员，二啦，你我叫你来挂机了啊啦吼，哈。你可不可以讲一下？哦，好啊，你可讲一下来，请蔡委员。林志聪啊，志聪啊，志聪啊，先志聪啊。主席先讲吼，你第这主席甲你捧场一下，安尼讲一下。捧场，你不是捧场的？我是讲吼，迄摆在讲啊，等下有临时动议的时阵哦，看要哪讲，甲来讲啦。哦，咱三大案哦先处理，啊，临时动议看要讲到五点半、六点嘛，要紧。嘿啦，好唔好？好，拜托主席。蔡委员，是台南市最高的民意机构呢。我念一个预算话五十条，今仔日这是真议会尊严呢，是咧这法律呢，唔是来这开会咧办儿戏呢。我念一个预算话五十条，你听啦吼。法定预算，咱的社会企业预算法定预算，附带附加条件或期限者，从其锁定，但该条件或期限为法律不允许，不再出现。立法院就预算案所谓的附带决议，应由各机关单位参照法令办理。这大法官我有解释类似的条文，咱不是随在行政机构呢？咱秘书立法机构附带决议，行政机构要做就做，唔做就随在。啊，咱归起安尼，咱议会关关呢？咱在不管在下执政的议员，咱既然是最高的民意机构。咱煞通过附带决议，煞随在行政机构变安怎随在哟？安尼，主席，我感觉民意代表做安尼，立法机构是监督单位呢。咱每当审查法定预算呢，咱矿镇市政府随在哟。你讲较早过去无附带决议无意见呢？咱是有去年审查预算、小国预算是附带决议呢。咱今仔做啥？做咱立法院的。三权分立的法定地位呢？这是一个法律的尊严呢，不是讲现在讲话，咱那个拜托哦，咱凭啥要甲拜托？咱来立法机构的附带决议，无你甲我讲违背什么法律嘛？不是讲临时同意甲你讲，是咱程序委员会有建议的伫遮，这个代志咱立法机构讲的，行政机构爱讲起来遵守嘛。我讲过，这嘛是什么时代啊？走过。民主化、自由化的时代，即嘛是咱台湾是会当讲世界是加民主的国家呢？安尼，你当作行政机构谁在喏？我这是咱法定的机会地位呢？所以你嘛才发一个讲，伊来遵守通过预算啊呢？啊，附带决议啊呢？去年也通过啊呢？啊，无要念查小国预算啥来念好唔好？啊，你那个拜托伊。你若讲好啊，我就。啊，主席，你裁决一个啊。好，那请坐。
那我们请台南市政府呢，针对我们程序委员会的审议结果呢，加以办理哈，加以办理。我们程序委员会已经做了适当的决议案，请台南市政府呢遵照办理。那我们请三读会第一读会。法规试题四，提案人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案由修正台南市载客小船管理自治条例第五条、第八条之一草案，敬请审议。那跟本会同仁报告，因为我们这是三读议案的第一读会有，一读会有法规案呢，共有四件，两件呢是市府提案，两件是议员提案。那么议事组刚才说的这个是交通委员会。的委员的自治条例，那我们交由那个法规委员会审查。本会同仁有没有其他意见？好，都通过。议事组继续。法规试题五，提案人台南市政府地政局，案由增修台南市新办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补偿自治条例第二十三条之一草案，敬请审议。那我们本案交由法规委员会审查。本会同仁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意见，通过。议事组继续。法规议题一，提案人蔡玉辉议员，联署人曾顺良、林美燕、许志春、王家珍、张世贤、洪玉凤、梁顺发、郭秀珠、卢坤福、蔡淑慧、杜素莹、林燕柱、蔡玉芝、蔡秋兰、李宗成、李坤煌等议员，案由增订台南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第十一条之一条文、第十七条之一条文，敬请审议。那我们交由法规委员会审议，本会同仁有其他意见？没有意见，通过。法规议题二，提案人蔡玉辉议员，联署人曾培雅、林美燕、许志春、王家珍、张世贤、洪玉凤、郭秀珠、卢坤福、蔡淑慧、杜素莹、林燕柱、蔡玉芝、蔡秋兰、李宗成、李坤煌、谢龙介、林阳乙、林庆正、林全忠、谢才旺等议员，案由增订台南市新办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补偿自治条例第三条之一条文，敬请审议。那我们交由法规委员会审议，本会同仁们其他意见？好，那你就去演。那看请提案人还是请主管机关说明一下，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字眼不太清楚，再让说明一下。那这是议员提案呢？对啊。你要叫说明吗？提案说明一下。有要喔，你說話的機會啊，運起來啊。是這樣啦齁。咱咧辦公共工程的時陣，有的附近的居民受了公共工程影響他的權益，可是咱在法律上無啥物甲補償，所以這次的提案的目的，跟咱講的心理科學轉型中心。一般了附近的居民受了他的影响，一直来这盯紧，是不是说，一直无伫范围内底，可是伊范围外口，加隔一条路，因为咱公共工程的兴建影响他的权益，是否咱会当的适度的补偿？刚才理由是安尼啦吼，所以，李议员支持我啦吼，即我创立讲我有机会啦，我。跟咱讲是安尼啦，港山区会足侪人顶情啊！我认为这毋是干呐我，这个铁路条例也通过，啊是讲增订这个通过了，以后咧用的是广大的台南市市民，毋是干呐这个案尔。这因为这个个案，所以咱提出要来定办法补偿受伤害的百姓的权益。跟咱讲我报告呢，报告谢谢主席。向那个李专员报告吼。因为咱进是当然接办尔，接办了搞小组，小组了是搞审议，下过来咱大会去审一届。好、哦，咱进行搞小组尔，好、哦、还没有完成，我们就是一读会而已哈、哦。那我们本会同仁们其他意见，没有意见通过。本会同仁没有其他问题了。啊，来，阿廖阿耍呢？好。今天非常感谢市府副处长、李秘书长和各位长官与主管的列席，也非常谢谢新闻媒体的采访。今天的议程到此结束，散会。
安尼有办无？